然后我出去调一下音效，等下再拉。我就把大声吼直接关小就好了。用桌面右下角那个。他这个线圈中间的洞钻不进去啊，他改掉了，有点让我觉得难过。之前可以啊，还是因为你太你自己来钻啊？不行，我也太那个。对啊，钻不进去了。你要我一次看看。邀请邀。哎呦！九进来了，九进来了，好，开台。哎，哇！喂呀、啊！啊，卡了！喂呀、啊！卡在上面。看一下大家是不是正常？哎呦哎、欸！今天大家 skin 是正常的。对，今天没有不正常。没有说全白的人出现。我看小雨完全不会动。哎、小雨，哦有有有，他拉得动，他拉得动，他只是没在动而已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拉得动吗？我拉不动哎、欸，我拉。有啦，小雨，小雨，啊，他把你拉下去。我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送完水回来哦。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哎，他好多原本感觉可以钻进去的地方，现在都不给钻嘞，好难过。天天不是你太。没有，真的也钻不进去啊。没事，你叫杰瑞钻就好了。真的不行哎，钻不进去了，哀伤。电视机还可以拿吗？可以。你的手脱臼，万一把玻璃踩碎了。碎玻璃，耶！还有个人没在动，哈基。我在调，我还在开台。哇哇，抓下去。今天好像比较顺。哎呦，不错。哈哈哈。为什么啊？掉下来？为什么他可以、啊？为什么他自己可以这样子？他的压很好，他之前就这样子啦、啊。支撑点是靠着他自己的脚吗？他自己上次就是用脚支撑，他很奇怪啊。对啊，你怎么抓的、啊？你好猛啊！脚好力哦！你怎么卡两个人的、啊？我超强哟！啊，下去了，扯下去啦！没有，一开始我射到不公开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我说没有了，因为射到不，好嘞，射到不公开，所以以为没有人。繁星，爆速，好吧，要怎么爆？繁星不在，走啊，我不会讲话，走啊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，好了，小雨好了啊，我要选关卡了。好，感谢小奈波的超级留言，看看啦，第一张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，我来看看这个哪个？开始巨石阵，巨石阵有强身吗？强，怎么我就掉下去？啊！他掉下来的平台没有很大，我这平台很小，你我还在加载哟。放开你的手，啊！我的手又折到了，你的手。阿基，先离开这里哈。阿基，哎，你们都进去了。鸭仔，进来。我决定在远一点的地方看着你们。我摔下来了。阿基不放开他的手，我觉得很难过。鸭仔，他还在鸭仔。鸭仔啦，雨月你鸭仔都要抓着人家的手。雨月今天很急呢。雨月是不是刚睡醒还是怎么？感觉你今天抽起床气吗？你，我要跳旁边，你手一直抓着我哎、欸！是我说你今天整个讲话都会变超级超级的感觉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你今天很急促。对，超级雨月。好了哈，都我刚刚跳到安全区啊！我刚跳到安全区，一直有人抓着我，很难过。没有，他刚刚就是跟你讲他在加载中了哈，你没在听他讲的话。是这边是往前跳吗？啊，这边应该是往前、啊，感觉有三条路啊。我看这边有两个十字的，好像要把对面的石头拿过来。所以啊，我就抓到杰克了。还是那是木头啊？这里有木板啊，左右两边有石头，这里有木板。哦，我看到，就是又那个石头也有同样的符号，要把它拿过来。哦，就那应该那个团团右手边那个，右手边那个。哦，这边有那个十字架是吗？对对，十字架。这个是不是要接手啊？应该是拿来铺那个杰瑞他们那边的路了。哦，那你接过去。好，接我看一下。好，接手啊。好，退秀。接到了没？我下去了。你怎么掉下去了？我也下去了。
那我把它拿了，我拿起来了，快去！像你要怎么过来？那我回去，应该是要用那个把我的回去垫起来吧。啊！我也跳下去。我可不可以跳到中间的那个位置啊？对，要看下去中间。我不知道，我要看一下。我觉得，我没救你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再重来。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小雨走好远。好，就从中间接下来。对啊，从中间，然后绕左边吧，小雨去，你就走到中间，然后往右边跳。那个空格比较密，这边，因为这边路比较那个，还是这个木板其实只要我们铺说让你比较好运石头过去，有可能应该只是运比较好运石头，所以不一定要拿木板啊啊！会，哎，我掉下去了，哎，我没有掉的，是不是拿石头撞它，把它撞下去啊？还是我们可以直接拿木板撞？我在想要走这边还是走那边？走哈基那边。走哈基那边。对，放错手。底下可是这边我跳得过去吗？我可用跳就好了。你看木板，我跳超慢，我跳不过去。我有木板墙，举高是不是很重？举高，感觉很来跳。不知道到底是石头重还是要卡住，为什么那个？我走木板，我把你打球。好，我去了，去了。搭的很棒，搭的很棒。你有拿到吗？我有拿到吗？我没有，你没有，我们要找第三个人看才知道，差很远，你们还差很远，再讲的就很近了，你们差好远，看不到啊。好了，帮你推一把来，小雨往前跑，跳过去，你往前，你往前，然后松手，好，对，好，松手，来下面一位，阿吉，我准备哦，接力了。跳过去，我要这样子一个一个来哦。很小，怎么拉下去？这过不去啊？对啊，那个石头，他那个石头是不是拿到起点那边啊？起点吧，起点这边，这里有凹槽，有凹槽。等下，他那边其实是另一个喽，对，另一个号吧，看不过去。还是木板，真的是木板把它敲掉。应该是木板要把它叠过去呢。太麻烦了吧？杰瑞一样啊，一样麻烦杰啊。我按好了，按好了。啊！呀呀呀！有人说什么用生命在运动啊？你要交给我吗？我怕掉下去。啊！我的白板。按好了。啊！算了，掉下去。我们拿一个新的，我们拿一个新的。好，我等待杰克过来。像够不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跳过去，然后直接抓住，完了，谁要请喝奶茶了？居然是请喝奶茶，走远了。哎，正规是不是他搭木板之后再拿过来？啊，压下去了。我觉得木板是让你们左边那边往后搭拿到后面那个石头。搭。哎呀，那一根那么长，那个高柱子是干嘛的？把它推倒。你要想要把它推倒。推不倒就卡住。我觉得可以吧，应该是可以推倒的东西。你说拿木棒去撞它，木条去撞它。有啊，我看到它在动了，它在晃了。哦。你要从反面把它拉下去吧，你。没问题。另外一边。好。哦。拉，我上来了。等一下，拉，啊！你们怎么把我推下去的？有哇！没有了，推！好想要打，抓杰克，喂！飞走了。哎，不是，还有喵号。生命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拉到石头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考进！哇，考进大好，考进大好！前面有没有建议？我需要更重的重量。哎，抓我身体！哎呦，哎，我好不容易生命打的小爆炸了，好了，跑过去了，哎，小心点！我下去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下去了，好，应该可以吧？还是你拉高一点，可以拉高一点，好啊！也可以抓我屁股一下，等一下这样。好，我上去，我先上去。你抓我屁股往前走。好，等一下。好了，抓我头，我可以了，来吧。好，你抓我头。耶！有吗？有吗？我有抓到，有抓到。
你帮忙拉石头，拉石头。嗯，拉石头。有了。因为我抓住狗狗，狗狗不会掉下去。你抓石头的时候拉下来，石板拉下来。你不要下去了，你下去就松手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行，要多一点人拉。啊，因为石头卡住了。来，石头是不是卡住？要移一下。要怎么移呀？有点难那个位置。搬他的头，快点！对，搬我的头嘞。搬。你的手也要搬。有了，石头在动了，石头在动了，可以拉石头了，拉石头了，这一只手，哎，有了，确定没？好，哎，不是，这里，你松手，请你松手，请松开你的手。哎呀，啊，我过去了，去了，嘿咻，又过来了，有，左边，杰克那拉石头了，啊，这个为什么没在动啊？我以为这个会动，卡了，会转。卡住了。哦，哎，对，转圈圈不转了，是因为它放着卡住了吗？可以自己跳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其实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它这个设计没有哎，放进去很难放。啊，石头。我觉得需要木板，我要去拿木板。哇，杰瑞，你杰瑞，我很小的小心，不，你一定要从那里啊。现在我觉得木板有够难搭的。你从这里，从这里啦，很恐怖，会怕。搭桥，拿不到吗？哦，应该可以。桥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太下面了。本身不能就进不去啊，那个洞。可以，放进去。可以啊。一堵回去，差一点。拿到吗？没有。用力！我的手在干嘛？刚刚我的手。啊！不对！卡住了，他卡住了。粘住了吗？好，就这样。等，跳过头，那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哎，那完全拉不动啊！粘住了，就这样。二号工员工来了，好跳了，嗯，好跳。笑，完了，有了，搭好，拉到我没有拉到，左边取票救援哦，这个板子也太脆弱了吧！等一下，这个在干嘛？啊，完了，没有，要下去了。我这样搭着滑雪板，然后就滑下去。哎呦，其实好难哦，这个板子超难哎。有文字在我的画面上啊，摔下去。我准备好了，啊！你要把它往上举才拿得起，手往上举，不要拉它会卡死。啊！掉下去。得了。哎，它那还有个锁链呢，我现在看到。有啊，锁链是去右，锁链是荡过去的。对，荡过去。我觉得木板移到他们那边好。来，我。啊！我用跳了过去看看，准备好了，杰克掉下去，哎呦，哎，要到了，哦，杰克，你的好猛哦，你的弯腰，等一下，我跳一下，夸张，完了，我这一棒我没有自信，等一下，没有在前面一点哈，没有在前面一点，哎呦，好了，然后前面往上前，往前，再往前，对，我再往前，我会掉下去，我看我没有，不用怕，你好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我要过去了，好，我一直按着，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把那个石头往下坠啊，那石头太重了，石头太重，不行，要搭桥，我们是两座桥。哎呦，我杰克你好棒哦，杰克！杰克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好棒哦，不入攻哎，哇！哇塞！哇，那杰克这个石头由你来拿了，你好棒哦！哇，有杰克在，没有人敢升第一呀！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有木头跟石头差一个字可以啦。啊！那第一座桥是不是快掉下去了？对，哎，有一点，它有点边哦。
哇，你超棒的！你好棒哦！我就是过河拆桥那一种。哎，真的耶！那个转的不会转的哦。对啊，让他转一下吗？让他转一下。来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杰克的。啊！你要相信小雨啊！好久没抓到，没有转了，转了，转了，转过去了。他好像是拿起来，然后就不会转了。哦，就会停了。哦，那那个繁星再插回去一下，再插回去一下，插回去一下。我拔扔掉了啦，抱歉。该有的角度，我拔扔下去。这样还可以啦，只要有接到，可以接，可以接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想说狗狗丢下，我插不回去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可以准备拔了。好。三二一八，好八，好了，八，啊，好没接，好没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还可以的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到底可不可以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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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中间可以，他的位置还不错，这样可以直接跳过来这一个。来，杰克，来，杰克，你超棒，你超棒的杰克。这里太多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糖豆人，糖豆人加油！糖豆人，哎呦哎呦，你还耍帅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啊！收手！你收手！你收手！你别送到我们看到了。企鹅，企鹅，企鹅！我想说，小雨可以跳得过来啊，应该接得到，应该接得到。你拿，可以拿得到。拿着比较稳，比较稳。还好有接，还好有接，我快拉起来了，可以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一个石头，来一起拉那个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走，我走，这里不适合我，你们确定在拿石头吗？不是打架啊，哎，你们在打架，等一下，那你右键放掉，右键放掉，右键吗？好，我放掉，对。可是我是左键拉的石头，那石头是你左键拉着的。那就不要，那个就帮忙把石头抬起来，可不可以？我的石头快掉下去了。对对对，我石头拿看看。啊，哎，你再弄一只手，哎，慢慢，哎，啊，他挤下去了，他挤松手，他挤松手，他挤，哈哈，靠哭啊，快挤啦，哭啊，哭啊，切了脚，他是切了腿了，他切了腿。那怎么把你们拉上来？哎呀，这个位置好极限哦！有哎，那石头，石头只要再稍微小抓碰一下，抓石头，抓石头，这该怎么救？哎，石头快起来，快起来了！他慢慢的起来，他慢慢的起来了，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！啊！救石头！我在抓着，我还抓着，好了，等一下我们不板。那怎么办？我还抓着。等一下，不要抓，不要抓我的头！你手不开我的手，你放开我的手，不要！应该是去把企鹅拉起来就可以。有没有办法拉企鹅？有没有办法拉企鹅？拉企鹅，拉企鹅，拉企鹅，拉企鹅。企鹅在下面。完蛋，团团的名字。来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团团有没有抓住我的腿？没有，他没办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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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好，来。可以了，抓到抓到，好，一起往上抬，一起往上抬，一起往上抬。我要抓到啦！好，嘿，好，抓住你，抓住你，抓住你，抓，快抓我的烤鸡！我的头，我的头被掰掉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可以，我要插入玩具，帮忙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手可以放，放啊，我放啊，好，放。发不完了，要重来了。好像有点重，有点跳，有点重，好像有点重。你还抓着，还抓？别别别别！我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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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有点重，好像有点重。你还要不要重来啊？越来越下去了啦，越来越下去，越来越下去。哇！我现在就一堆烤，我现在一堆烤串哎。用上的啊？这哈金是抓住我的脸吗？嗯，对，他是抓住我的脸。那结论你要不要放手？我的左手还右手？你们要用荡的算了。你两只手都放掉，你两只手放掉。对，因为我有抓住企鹅。企鹅的手，没有抓住，救命啊！企鹅，我的手在抖了。我终于在现在瞧这个位置微妙。拉不上去吗？
感觉不行啊！我们现在一个这样抓一个有点难。我觉得重来吧，重来吧，下去了吗？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对啊，杰哥，杰哥，杰哥来。等一下，我的木板。其实小雨，我们应该可以不用下去。啊！放下去。有吧？这样有啊，这样有。好，哎，小雨，小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走，这个木板在抽动。没有，我觉得。这边比较远吧，刚刚那边比较需要啦，刚刚那边比较远，刚后面这边比较需要。发起来！哦，我啊，快完了，快完了，放下去，放下去。再来。好，三二一，八。哦，哎呀，还可以克服专业滑板。好，现在是我们现在换哈基尔，所以我们要说，我想你在这边想说你要拿给你吗？哇，哈基你最棒，你很棒，哈基，这压力好大，你在第一没人敢称第一啦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因为我学的不像 Bobo， 我要再学像一点，我们要研究一下要怎么学，我要研究一下要怎么讲话，差不多。好，我对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喵喵喵喵喵，不行，我觉得有点远呢，有一点远，有一点远，有点这次比较远一点啊。杰克可以啦，来啦，杰克，杰克你很棒，杰克，杰克呢？谁？你看我这个下你哇哇，你看你的头，哇，你太远了吧？哇，怎么办？哇，杰克应该可以往左一点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往左一点。对对对对对 ，Go！ 有，可以，有抓是，有。投死投死，完了，又感觉好像完了，有点似曾相识。那下次有不要把他下去就好。哎呦。这要怎么过去？拿起来！有有有，上来上来上来！好，我下去了，好吧。好，那你下来。耶！头上来了，头上。是啊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我下去，我下去。万一有人接一下，对啊，我也觉得要有人接一下。这比较近还好，他就在前面一点点，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，他就在前面一点点，在前面一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对对好好好。好，固定班子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都在我放了放了，你是在倒退的吗？来来来来，这边以防万一接一下，小心空降哦！一二，没有，干！没事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一二干！要了，铺木板哇，更安全。然后第一关我们就可以玩那么久了，就别人要过就把它拿走。哎，没关系。这里超恐怖，他连放石头的地方都很危险。不是啊，这石头怎么塞成这样子？没塞下去，快已经粘住了，没这个没箍进去哦，快已经粘住了，它粘住了是不是？它插品没有，那它只是哎，卡着，它是卡死了吧？对，哎，他你那边很危险，这右边进去了，这个还在右边进去了，左边起来了。要怎么弄啊？就是要拉上面吧，对啊。哎呀，好怪啊！你又没有拔，没有拔，你没擦，你是白对啊，你没有擦，好年糕哦。等下被子，等下你不要乱跳，我很怕你跳下去。那变两半，这有没有啦？没有，你又嘟错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进不去。好，放掉，有了。他们怎么没开？然后嘞？我弄吗？啊！手动开，我放的不对吗？我听到音效啊，有啊，有听到音效啊。开门，再拿起来，再放。嗯，哎，可以拉开吗？你可以拉开，可以拉开。哎，绕石头的门还要我们自己拉开啊？就一开始就可以拉开，有没有？我们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，根本不需要那个，就不需要放，保存中。啊！我接下来，嘿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就是跳跑步。超级，不要，我都要腿了，手牵手是怎样？蜜蜂夹断了，蜜蜂夹断了。啊！
你在干嘛？我救你！我上不去，我上不去。我开了把手。我看一下，我放右手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起来了。哎，到了。呦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抓着，不然一个人掉下去。来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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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边是怎样？哎呦，啊，这句子哦。哎呦，旁边那个是怎样？鬼？是要低头吗？哎。嗨，我下来了。哎，我抓到人了。哦哦，会死哎！哎，杰瑞直接消失哎。哦，会死掉。对，要碰到那个，碰到会死。他如果低下来了，就压低身体。哇，小雨是不是想要站旁边那个？哎，可以，可以用杰瑞身体，应该可以吧？有杰瑞躲过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行，他是空的，他是空的，他是空的。假的，假的。他就知道有人会要这样，有没有？啊！哎，狗狗被砍到没事，哎，哎，为什么小雨也没事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小雨不要骑着气耶？好不好？我也不想。你下面的身高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哇！小雨免疫耶！哇！为什么你免疫到？对啊，为什么免疫？免疫体质。我刚被砍了一次之后就免疫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跟那个圣斗士疫苗是不是？对啊，就疫苗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让我拉一下，谢谢。OK OK， 是是。哇，这个旋转木板，滑下去，滑下去，没上去。哎笑，哎笑。等下这爬一半的怎么办？哎笑。记录了，他的记录点蛮丰，蛮厉害，蛮丰富的吗？哎呀，蛮密集的。这个还蛮不可以，十八环的。对啊，这是干嘛？这锯到会死吗？人切到会死吗？没有，我没事，我被砍到没事。我被砍到有事，穿过哎，到底是怎样？不知道，有事啊。可是我砍到没事哎，我刚刚那他被砍到也没事，所以他是天选之人。那就只是一个哎，你看嘛，哎，都推过挤过去哦。小玉，你是靠边边就好，是不是？靠边边，靠边边。哎，你是不是怪怪的啊？过去了，我笑死。哎，他这前面那么难，啊，我走后面这样子啊？后面蛮轻松的哦。对啊，很轻松惬意。哦，是在干嘛？蛇吗？蛇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不是，也是要放那石头。这边有一颗，我说上面有一个雕像，不知道是蛇还是什么。上面的雕像应该是鲶鱼吧？鲶鱼，原来是鲶鱼啊！我没看到两个须须耶，对，须须有点像。对啊，很像鲶鱼。我看起来很像龙哎，你看起来像你看起来像企鹅，不是吧？这边先吧，要不要先这边先拿这个啊？这里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享受被大家推的感觉。所以你是。零喽，上去才有办法。团在享受被推，噔噔噔噔，团就零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个姿势，吉娃娃，你不要起来，吉娃娃，拉不起来，可以啊，举高，对啊，手举高高了，没有你没有立足点，没有立点，哦，因为我没立足点，是不是？对了，有，他起来，他起来，把手举起来，我不抬起来了，你们把他举起来了啦，我要把石头搭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等一下，我从窗户里面，窗户里面有一个奇怪的那个异象。杰克，哎，杰克，我怕有奇怪的本本出现。哦，隔壁有些东西是在上面。放开，远一点那边有一个。我们要走城墙，走城墙去找上面那个。哎、我看到那个门后面有很恐怖的东西，哈基，你看，它是什么？链条吗？什么东西？啥、啊？锁链扛你吗？跟链条无关。你看那个板板哦，看到了，石板扛你。我怎么一直上不去？哦，所以那边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这。嗨，嗨，嗨！我是下去走那个迷宫比较快啊。对，应该是哦。不用嘛，你直接走这边就好，走上面就好。没关系，他已经拿下去了。哦，我要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直接拉门。好。哦，他没有那么笨啊，不能拉。还是要出发几分的，还是要防呆。那如果你们人站在里面呢？没有，站不去，进不去。哎，
我刚想进去就进去的啊。哦，原来你已经想试过了，对啊。啊，对不起，踢到你的脸。没事。回。好，敲一下。快了吧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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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碰到下面才好难哦。嘟嘟嘟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了好了，门开了门开了。哎，我都没碰，哎，这个他自己开的。对啊，就是刚刚他刚才上门怎样坏掉啊？应该是没压好，什么鬼？被打过去啊！被打被打被！这个位置完了，我操！你上去，对吗？啊！干嘛不啦？好好玩啊，这个表现，哎，这个还不错，这可以移一下，这很酷哎。好，移啊移啊，可以可以。哇！哎哎，停住！哎，盘子怎么停了一下？盘子怎么卡住了？等一下，盘子刚怎么坏掉了？哎，我刚刚差一点在这最上面呢。哎呦，嗯，喂，哎呦，没做到。哎，抓到，抓到了一个。你不要荡，你先不要荡，你不要荡哦，你先让我荡哦。好，你先荡。喂！哈哈，卡一下，哎，板子刚又卡一下。喂！呼呼，啊，没出去，没抓到了。感觉好难哦，不行，因为感觉喵还在去上面了。对啊，喵还在去上面了。我没碰到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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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我的手，哎，没抓到，没有，我又在上面呢，那个锁链在最上面的。哇，太低了。两位要在下，我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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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。完全没抓到，放右手。我真的在攀。刚好，好来，又荡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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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抓到了，开始荡喽。哎，没有，还真是被石板卡住。我就抓下面一点好了。对，他是要转一转，转一转，一定圈数之后，他石板就卡一次。哎，真的有卡住啊！有感觉越来越大喽。繁星可以吗？我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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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！再拖我就出去了。抓到你，我要出去了。哦，好，我的妈，去！好，喊团选手换你了。哎，我抓不放这手了啦！哎呀，别了！嘿，我靠！分手啊！哦，这个真艰难啊！嗯，哎呦喂！阿莲子，我弹回来了，弹回来，你怎么回来的？哇！我的莲子跑掉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弹什么鬼啊？哎，两个莲子弹在一起啊！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！我可能有点不规则了。哎，这个板子，等一下，卡住！哇！哎，板子卡了，卡在板子上了，板子累了。哎呀！没活到，一起下来吧。哎呦，这个热闹在最下面，白痴了吗？太难了啊！啊！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，白痴！啊，卡住了。卡住了，等一下。啊，有人跳了，有人抓住了，是吗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他这个会自然的。等一下，有啦，板子太了，抓住的时候就停了啦。对啊，哦，有人偷钻。我想说，那板子怎么都没停住？抽戏。哎，我又过来。嗨，嗨，哎呦，啊，哎呀，把你撞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，我没有抓，卡住了，我死了。我没有抓他，就脚卡住了。哎！哈哈开档，不行，两边都有人哎。嗯，你啊，不要凑在我头上。哎，你知道我是完全放手的状态。哎，姐妹。哎呦！我抓到一只猫。哎，我快抓到了，我快抓到了。哈基，你抓到链子吗？
我放开了，放开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放了。好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抓到了。可是这个位置反而难当哎、欸，太上面了。没有啊，你要慢慢往下。你要慢慢往下，在杰克那个位置是应该是最好的。是帮杰克挡。哎、欸，我到了。帮杰克挡。帮杰克。怎么了吗？大秋千呢？我觉得好恐怖。左手，右手，右手，好了，右手放，左手放，嗯，抓到了，抓到，不，哎呦，抓到了，咦，好吧，我先停止挡，不然让杰克等下撞到，啊，被摸不到，我再挡一次就好，咦。你看到猴子在爬藤蔓，嗯，哎呦，咦、哎，不行，那个我还没有那个绳子前面都在晃，下一轮你要频率要跟我一样，哎、欸，去吧，哎，我没有出去，抓住了，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我看到一艘船哎、欸，哦，好像等一下划船什么的。有欸、哦、木船欸，可以等一下，我们可以一起坐。哦、那边一定就是记录点啊，相信我们。杰克就是你了，我杰克你超棒的，你很棒。你看你荡了这么过去，啊！我要掉下去了，啊、超棒！你要相信自己。哎呀，很爽！呜呼！呜、啊、呼！哇，没勾到，可恶！现在是喵哈的回合。啊没摸到，猪跑，猪跑，我歪掉了，我歪的，哇，下去了，喂，我才抓第二个，可恶，啊，呜，所以现在是换我的回合了，是，你的回合，嘿咻，哇，不够神奇。啊，我这边，哎，没抓到。哎呦喂呀！哎，差一点点。哎呦喂呀！哎呦，你就抓不到啦，哎、要荡过去，放开手。好急走啊！频、率没弄到。哇！抓住了。我就卡住了。谁没有抓？我跳进去就卡住了。哎呦！哦，太远了。啊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只飞过一根呢、欸，这样很好啊 ，keep 哎、欸。可是飞太过头了，就一个跳关。对，跳，绳子卡住了，绳子卡住了，我，哇，我，哎、欸，脚，我的脚卡住了。忘记玩这个好，对啊，会插进去哎、欸。对啊。哎呀，右手。左手，哦，我要脱衣服了，好热哦！我来了，摸不到，啊！我到底是怎样？我的脚又卡住了。你在跳踢踏舞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的脚。哎呀，可恶！你们抓在上面可以慢慢下。哦，有了。哎呦，爬到绳子上，抓那根就可以。哎，没抓到。啊！我现在到底要放右手还是左手？你哪只手抓都放哪只手啊？啊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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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双手都放开。嗯。会死人。你就可以重来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呜呼！我来了！我抓到狗狗了！啊！死了！啊！我抓到了。猫，我帮你猫。啊哦！等。摸不到。这个很多人是，那我去另外一个。我有机会，我有机会！哇！哎呦！我卡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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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住了！哇！你卡在这边第二天才过，娜娜你太弱了吧？我的发，我的发，咚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！哎呦！咚！错了。哎呀，没过到绳子。啊！别！哎！哎呦！哎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我的脚，我的脚，我的脚！我要变成链子，变成链子，催眠吗？哎呦，没打到啊！抓到了，来了！哎，我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我的脚！哦，我要变成链子。
恋者，我失恋啊！你失恋了、喔，你失恋了，失恋了。哎呦呀！哦，草坐在下面的，对啊，我来了，有一条鼻头，晃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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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抓到了瞬间，荡的幅度变。钱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，小雨那个可以，大家可以抓。钱、哦，哎呦，懂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抓到，没抓到。哦，钱，哦，哦没抓到，下次了。哦，哦，哎，挺奇妙的。啊，这个没抓到，没有。哭啊！哭啊！我好像有机会哦！哎呦，钱不值钱了，钱不够，钱不够，没有钱！哎耶！哎耶！哎呦，没钱！没钱！卡住了，又别了！哇！有人在玩板子，刚刚有人在玩板子。不想起来了！你怎么不让我走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臭蜜蜂！你就不要走，你就不要走，你就不要走！走来走，快！我要上船。等下，等下，再当一次，再当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耶！好好，我放手，你松手，你松手。大家一起上船。来搭船哦！来搭船哦！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位置抓好，觉得很恐怖。还滑啊！小雨滑，滑怎么滑、啊？怎么滑、啊？是不是要下去退场？你们哦，退场，退场，退场！我下去退，我下去退。一个人玩这张图的话，不就很可怜？是就是就左左右滑，左右滑。那是要先把船推下去，然后再开始上去划船吗？哎、欸，狗狗，没事，狗狗下去了，等等，狗狗不用怕，你们推，我一定赶得上。跳跳狗狗拜，赶不上就是。当那个嘛看门犬而已啊，有什么问题、啊？哎，有哎、欸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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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下去了，右边右边右边，我要去压船头。好，可以哦，哎、他自己有准备哦。再往右边，船啦！船长，船怎么会沉下去？船长逆行记。要平均分担呢、欸！天哪！我觉得只会看整艘船沉下去。我要船头，船船会有重量的问题吧？哎呦，我说，那叫我要去前面。那我要站哪边啊？我们七个人，一个人站中间。下去了，哎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有。不行。先一个人去试试看，太重了，一个人试试看，一个人把一上面先一个人啊，大家船尾抓着，先抓着，应该还好。好，谁要当那两个？谁要当第一个？哎，等，哎，我是要推，我要上去，我是要推。啊，继续，船走，船走，船走。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得回来吧！哇，好快呀、啊，好快、欸！完了！还好是有镜头的、欸，天啊！有人就很被你啦！哇！有没有开船的？有没有对准？有没有船夫啊？船也太难，很难控，好不好？你们先下来吧，先推下，先不要踩着，先踩着它重量太重。先推，左手右手各拉一个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左右各一个啦，左右各一个船夫。上吧，杰瑞，你两只手也抓。可以上车了，可以上车，可以上车，慢慢上。抓住船了，慢慢上，慢慢上，慢慢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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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吧。我站船头，站船头。我船尾，你走歪歪的，右边右边，歪歪的，好像有点重，船好像掉下去了，船好像太重了，我船太重了，没有上来，啊，你放开，船头太重了，船头沉了就算了，你先下去，你先下去，你先下去。
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把船只要调正，调正，调正，好，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那我放手了，好，放手了，走，去吧，你不上船吗？不能太多人，太多人会沉船，太多人会沉。那我要，好，那我就这边喊你们，我来啦，有下去了，轰隆隆隆隆，冲冲冲，谁让你们来？你厉害，你来，你来，拜托你，求你，你求你教我怎么划船，我求你了。你的划船很重要。你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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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哎，就是。没有啊，你不是在划龙舟吗？两边如果实力不相同的话，就会原地打转。对啊，你这，你看，为什么在划了？这就是哈基。要回来啊！到站，到站，他既不是游泳也会把鼓的吗？要回来接人的。你们在划？你们在山峰还是有在划？你们记？来来，想要到前面，然后才放下来，然后再往后推。沉了，沉了，没事没事，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。你们快要到右边的悬崖了，快要掉下去了。我帮你们转向，我帮你们转向。回来就回来了。哎，好像不用滑，用推的就好了。用推的好像就好了。对啊，就行了。抓住跳它。有了，我在三，我在推。我们跳，我们在推。我在三，我在推。放开，放开！不要，我要吃烤鸡。这边有点难推。刷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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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下去。这是我的鸡。一下，跳，跳。为什么我的桨感觉卡住了？我推，你还要这只鸡吗？你还要吗？来一下，这船真的很麻烦。没有，这抓着用推的比较快。快到了，推了，推了，不要看到了。讲着你们船记得把它丢掉。我们船把它丢下去，让你们玩，让你们玩。来，啊，但是你们今天不能掉下去，掉下去就跑过来了。来，把它弄下去，把它弄下去。嗯。那对对对，你就抓着就往外面推，对对对，到悬崖那边，你看，根本不用桨，天哪，好快哦，这样吧比较快，超快，船桨真的是烂东西，哈哈，那个船承受得了五个人吗？你们先好了，换就两边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在船头抓就好了，这比较快，推，好了，放手了，好，那要上船吗？上去了吗？结果发现他们瞬间已经到我们后面了。去吧，对吧？去吧，全部垮下去了。桌子的娘！你要撞柱子了，要撞到了。要沉了，要沉了。怎么要沉？我没那么重。小心哦！哎呦，好像很会滑哦。哎呦，很会，还稳的。他自己一个人滑的。因为一个人的频率又比较固定，那中间有怪怪的人呐，看他们在晃来晃去，欢迎仪式啊！哎呦，这个船被柱子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撞开就好了。哎呀呀，继续前进了，继续前进了。他们的鱼嘞？哦，过去了。他跳鱼，鱼掉下去，掉下去。你很开心耶！干嘛？你很开心耶！你就是小跳步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个我把它拿去重置啊。好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船要掉下来了，后退一点。其实很快耶。嗯，真的快多了。其实你可能在后面这样抓着，然后着急现在上船就好了。对啊。哎，啊，下去了没？哦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等下就测试船的那个耐性有没有？看可以多快。好，等下变赛艇了。它是什么？就抓着船头那边啊。抓着船头啊。你干什么？在上不去啊！对啊，我之前试过了，上不去。想起来，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哈基的头才可以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只说在你做这个姿势的时候，上不去啊！你们开吧，我就挂着了，我就上不去。哦好，这感觉很难哎。哎，好像可以上来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三个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像完全不用讲。跳，一个人抓船头啊，一直往前不是，你知道我们是三个人在抓船头。啊，我被挤走了。啊，我的身体往外了。没关系，就抓着抓着就好了。
哎呦呀！哎，有有有。哦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你在看吗？姿势不行哦。你看我狗，你直接冲傻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其实船头也可以转弯呢。可以啊，我刚我都是靠船头在动的。好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的天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出胶啦，出胶。来了，来了，耶耶！啊，不收不回收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哦，前面有烟呢，烟，应该是云吗？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，那个我的天啊，哎呦，哦，楼梯，哎呦，哇，这好像眼熟哎，这里怎么了？端地基那个吧，这里怎么就这样被抓住了？爬，快爬，糖豆人们爬，糖豆人们，问那个烤鸡，那个旁边的，哦，嗯哦，这里东西哦，杀走楼梯的意思吗？像某个电影看过这种东西，类似哦，有有有，这个主要就很像之前官方地图那个专题，对，之前官方有一个还蛮鬼面之刃嘛，对不对？无限列车篇嘛，动力火车篇，动力火车篇，你还有掉下来，好烦。我其实是想要看汤马斯小火车片。那个汤马斯小火车是不是很多眼睛？对，可能眼睛吧。我跟你说，说汤马斯小火车，他们好像真的要出真的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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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恶心。对啊，就真的人的头啊，一个脸出啊，对啊，真的人的头，超恶心。就可能跟那个 Hey Apple 那个一样啊。小孩看到不会做噩梦吗？那部现在不是已经是很多人的噩梦了吗？对，也是啦。对啊，你会看那个建筑师八部吗？哎，对，好可惜哦，小雨。然后他以后错的时候，不是普遍级是辅导级或限制级？嗯，不是口了，恐怖级啊！抓我的脸！可笑，我是不是错过了？我了解。楼梯看久了，好像某一种巧克力哦。对啊，我就说很想吃。欸，说到巧克力，我冰箱有，等下去拿。哈，欸，现在巧克力好贵又好少哦。你是看你要买什么等级的啊？哦，大波路不是啊。大波路不是巧克力啊？它是塑胶啊。欸，可是有些甜点也是用大波路。大波路，因为它有调味啊。黑心厂商。对啊，黑心厂商欸。来，有种砍我头啊！砍我后颈啊！差点就下去了。对，嗨，狗狗，对，我怎么掉到那里？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哦，我抓到了！啊不！哎不！哎，音乐呢？啊不！他在下面。建筑师阿布。阿布，可以抓住我的头，我的头。好，你抓音乐头，抓音乐头。我放开了，我放开了。感谢，我起来了。好，有了，救我！好像这里就解。救我！救我！这个有点远，救我！有点远，哥哥，你想要先爬上去？好，爬上来，爬上来。哎呀，你爬上去，我操！我还好。我原本上去了。我原本上去了。嗯。都是原本啊，制作三。我原本你要切原本制作三。我的脚被踢到了，我的脚，我要暴力破解了，气死！我要从那边开始爬，直接爬上来，看哪个比较快哦。好喝，喝零，
其实只是水而已，所以也可以很好喝啊。对啊，也可以很难喝啊。看，我已经放，你看我放弃了。嗯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下面。你为什么可以卡成这样？我就没有动啊。可恶，好难用哦，怎么弄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楼上的朋友可以看我了。嘿，来了。来了、欸，不是这里哦，白痴啊，不是这里哦。不是啊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站板子过来。再站板子，站板子。再你可以不用理会这只狗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狗曾经在门口了，曾经啊，相信它可以再次到门口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连太跳，连第一个时间永远都跳不过去，要早一点点跳。这个惯性要对预判，对。你双手交叉哎、欸！你的屁股对着我，我的屁股对着我。双手交叉、欸，我刚刚这样子，然后往后面看杰克，然后就转过来了。你是屁股对着我有什么意思？你想不想下去？然后下去，我把你顶下去。然后顶下去啊！啊！屁股屁拳啊！哦哦，原来这么简单的哦。是啊，我抓着他，傻眼。挂在旁边，伸出友善的手手，伸出我们友善的手手。哦，有了！哇！友善手手。啊啊！有呀，有个不友善的手手。啊，没有啊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还是我们就是掉一只，先让喵哈这样掉上来。我刚刚看你可不是在做这个动作，哎、欸，我卡住哎、欸。你看啊。我现在什么位置啊？救命哦、喔！你在三层巧克力折板中间是吗？这是哪里？我是对啊，你被巧克力卡住。感谢新会员，有兴趣加入 DC 或赖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、喔。谢感谢。哎、欸，其实他这个上面的、那個、被压扁了。他在上面这个图是之前我们玩过那个、欸，好像是对、欸嗯、哦，同一个作者哦。走喽！哟。涨分，还不错啦。虽然它的难度有点分配不均，对，真的，还小就玩的都还蛮有趣的啦，对吧、啊？都是不错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哈。好，那是我们的皮皮跑酷喽。好，皮皮，我的天，皮皮哦，皮皮刷跑酷哟。哎呀，哎，走喽！这是皮皮跑酷的第一代。一代好哦，这是破土还是哦嗨嗨嗨嗨哦哦哎、欸、哦啊哎呦哎呀，是哪里？嗯，皮皮走酷嗨，这里走酷哦，这边哦，不是走那里啊，那边绕一圈了是吗？对，欸、有板子哎、欸。它下面那是云霄飞车残骸哦，有人出村了，是不是有人直接跑走了、哦？到这里就出村了，还有人直接飞走了，喂这是拉风车吗？喂，没有啊，当然不是啊，哦、这个风车只是装饰。还有有啊，再往哪里走？想不下去吗？货柜吗？列车吧，列车。哎呦呀！真的是无限列车的、哎，我的天啊！真的，我的天啊！这是走酷吧？他的存档点很多哦。这样也不错啦，走一步存一步。喜欢像以前的皮皮跑酷？不要，以前的皮皮跑酷很难哎、欸。不要，后来的皮皮跑酷太难了。这张怎么感觉好像似曾相识？是不是我的错觉？好滑！哎呀啊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很滑，很滑，太滑了吧？滑溜溜，哎呦，很滑，很滑！我的手放下，
滑溜滑溜，嘿，嘟噜噜，下来，你抓到我了，嘟噜噜，嘟噜，嘟嘟嘟嘟，有点滑，哎哎，那我看我只能先站在这里，下去吧，哎呦哎呦哎呦滑，啊，哎呦啊啊啊，抓不到。啊！你掉下去了，没事没事，又死了又死了，掉下去了，这应该可以站得住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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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哎呦呦，抓一只猫，啊啊啊！哎呀，没救了，哎，好像你有点没救了，我抓住你了，哎呦，狗狗，等下我的左手怪怪的，等下，哎，我还在。你还在？哎、欸，再往前应该就到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走，居然有底下这条道路，是不是？底下还可以走。啊，对啊，再往前这一灭顶喽。没关系，我来灭顶。哦，下一关哦。杰瑞可以放掉我了。哎、欸，看好像提拉米苏哦。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星空，好想去吃蛋糕。突然想吃甜点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很久没吃了。哎、欸，这啥？跷跷板，跷跷板，跷跷板，好想吃。太小。哇，过头了！嘎嘎嘎嘎嘎！哎，我看不到我自己，我是不是卡？哇，好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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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哦，这个声音好大声哦！咚咚咚咚，咚太小，太小，太小，太小。我不是啊。跷跷板哎、欸，不需要用的壳啊！跷跷板可以去你抓，好像没上去。哎、欸，这玻璃是不是可以弄坏啊？跷跷板是不是滑去？不行哎、欸，滑去是不是？啊，是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啊这个哎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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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跟你们在不同世界了、欸，这个板子坏了哎、欸。对啊，应该要上去了。对啊，那板子坏了、欸，板子坏了，刚位移了，它看起来好像鞋垫哦。哦，真的是上面哎、欸，蛮像的。哎、欸，他这根是干嘛？那板子会回来吗？这可以钻过去吗？你可以跳。他怎么他怎么没有下去？哎、欸，他卡住了，他坏掉了。他只是卡到下面的地基啦。啊、对，我跳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多跳几下。我来了，我来帮忙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感觉快到了耶。他的一代就到了，他的一代这么简单啊、喔？一定是走酷吧，对啊，走酷真的很酷、哦，然后就越来越难。他搞的是第一代出被人家说哦这么简单，你敢说自己是卡住了、哦，然后后面就越来越难，然后后面就变后面的样子，后面就变太空，变太空被击到了，对，被击到了。啊哈哈！没有坑爹就不难了吗？啊，那我还不坑死你们？对，我就坑爆你。哎呦 ，jump， 嘿咻，坐着有列车哎、欸，啊我走掉进洞里啦，jump， 跳，远远的跳，过来了，其实这是一个人呢、欸，我们爬着一个人吗？但我跨死掉的时候你就会，哈？什么东西？小新刚说什么啊？你说跨步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刚刚死掉的时候重生的时候，他这个是一个人头，然后有身体这样子啊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他的哪个地方啊？我不知道，这里我就不知道了。躲黑森林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绿绿的虾米？那也是绿森林吧？怎么会是黑森林？绿森林。那可能是腿毛区吧。OK， 满满的腿毛。这个是怎样？欸、到底了哎、欸，到底了。哇，过了。等你们。到列车区了。哎、欸、笑。哦，前面好像就没了哎、欸。对啊。就是走、哦。天哪、啊，真的是逛地图哎、欸。哎呦，这一张也太快了吧！超快。哎、欸，他进过头。我们玩有十分钟。哇，再一个是我上不来。刚好了。加油！我手知道了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他那个从那个叫什么旋转木马的地方掉下去以后，他重生点好远哦，确实蛮远。哎呀，啊，上不去。
nice， 可以就。我走路走小心走。有，我走到，我走到了。怪怪的，等一下。哦，有了，上来，姐姐你，有了，还好这条不是滑的，我估计上去就没了，都没路了，现在就没了吧，没路了不是？对啊，就跳下去发现，有没有海底鸡？哎呦，哦，亚特兰提斯，哎呦，我的手怎么感觉软掉了？软了，嫩嫩。抓东西，然后还搬不上去。有了。嘿，算了，我的水都宰成太久了。放弃，放下一次会你是？请问你是在什么姿势？你们是要69吗？没有。这样。某 B 会很开心哦，某 B， 哎呀 ，B 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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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那个吗 ？B 某那个探险火光那个，对啊，哦是哦，对啊，那个是我一档机电动游戏，那个档机都没有看过，哎，你可以看啊，然后顺便学那个老皮讲话，啊，老皮讲话不是台湾狗语吗？台湾狗语啊。我觉得中配其实很强、啊，很强啊！中配的那个很厉害啊！有某几部的中配是真的强，真心。嗯啊！是不是直接掉下去了？没有，掉下去了。哎呀！嗨！好，抽到了。你觉得嗨呀这东西也是突然红的？啊欸、但转他不是上次出去然后被人家揍被打，我觉得超莫名其妙、啊、一直批评别人之类的。哎呀，过来，他可能是欧洲炒饭爱好者，有可能啊。我们的炒饭就是这样做的呗。啊，炒饭也很好吃啊。你应该不喜欢我们的欧洲炒饭，可是你要让它存在啊，怎么可以不是炒饭呢？客人说他就是那炒饭。去厕所。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好了，有了。嗨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如果他难过了会变什么？不知道哎。嗨呀哭！嗨呀哭！好啊！啊！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哎呀！我在挑战人体极限。你在干嘛？因为我的手，他很难过，很难过呢。嗨呀，哭哭！哦，来了，不是，莫抖嗨呀哭。你在干嘛？把手转起来啊！好，地板动作手转，自己把自己绑起来。等下拉错人，你说这样一直转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有这个旋转木马的心机。不行哎、欸，我转到一半就会自己打开哎、欸。自己打开，自己变魔术吗？你是？对啊，你在干什么事？哎呀！在干哦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你那个为什么趴在人家身上？哎、欸，你就这样吗？哦，我刚口臭。要这样。CPR 有没有？吸气。哦，对，我这个不行了。哦天哪！一个是心肺复苏啊，一个是哈，一个负责轻，一个负责压。
等一下，天幕不是在头的位置，你在下面的位置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吗？你确认你的血压？你确定那个吸温复苏术是吸？哎、欸，吸！啊、欸！你要掉下去、啊！完了，你被抓住了。好一戏！好一戏！真的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哎、欸，阿纪，阿纪，烤鸡是真的下去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在寻找木马。你在寻找木马？你挂在上面？你挂着哦。对啊。有，我刚看到一瞬间，有看到一个颜色。我在寻找木马。啊，我在过颜色区的，对，我在看到有。有吗？有吗？我刚是不是让他停了一下？突然怎么停了一下？哇！这个这么多人，哇哇！嗨！呀！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抓好，等我一下，看不到。好哦，聪明哦，哇、哦，金真好聪明哦！哇，你真的好厉害，哇，好厉害，好棒哦！等一下，好棒哦，很厉害哦！啊、嗯，你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，他今天好强哦！对呀、啊，你好强，我到底抓到你没抓到你？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对对，上去很快。哇，那只猫可以吗？那只猫啊，抓猫跳过啊！哭啊！大家是他的二代，嗯，听起来有点恐怖。就二代也是这样，二代。对，我觉得搞不二代会。如果他们两个差异很大，你就可以知道。哦，一定是被讲了，然后说太简单了。对。二代是什么鬼？绿绿的，可以担保绿绿的。去背了。小头，等下那旁边那是个超大回。保龄球哎、欸，这是保龄球哎、欸，不是用你的身体，哦，不是用我的身体，咋了？怼他，怼他，哈迪，你是抓人家哪里？然后怎么抓他去？抓手手啊！他去乱抓，你那哪是手手？骗人！第三只手啊！哇，好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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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嘎嘎。阿嘎嘎，阿嘎嘎，阿嘎嘎，啊，纯电的，啊，阿嘎嘎，这里，哎，对，哇，他的肌肉点给的很佛哎、欸，没事，啊，要坐电梯 哦， 哦，看到他的地图全貌了，要坐电梯哦，米娜，米娜桑，那、啊、电梯怎么开 ？Call 你吉娃，不用电梯也可以。我们是，我踩到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懒人，懒人一定要坐电梯，不好意思。懒人不行啊，我一定要坐，我到二楼我也要坐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对啊，都有电梯，都缴电费了还不坐，天哪！对啊。企鹅，哎呀，你看不坐电梯的人啊！哎呀，坐电梯也掉下去了。哎呀，完蛋了！我坐电梯的也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了。哎、我只能倒着走、欸，帮我看一下后面好不好？啊，你怎么在玩电梯？好滑，好滑，好玩啊！喂，该不会其实可以这样慢慢爬上去吧？你说旁边吗？这个，如果硬要，应该也是可以爬上去、欸。他好像可以动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不要拉他，感觉不要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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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会爆炸哦！那弹上去的东西，啊，用弹的弹去后面，对，感觉史莱姆砖。哦，这怎么这么滑啊？对，飞出去、啊。哎、欸，容易弹着弹出去，哎呦，真的很滑哎、欸！要踩到就会顺，对啊，往前滑出去，啊，下去，哦，怎么滑？太滑了啦！巴库巴库巴库，我再滑上去，哦，有我感受到那个滑了，我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滑，是踩弹簧垫吗？嗯，他要弹过去，该是看起来是史莱姆砖的概念。哎、欸，我没抓住就往前滑、欸。哇哇哇哇！有人直接滑过去，好强啊！
所以他不会弹哦。他跟我感觉不一样。对啊，那现在要怎么过啊？他不会弹。对啊，杰克在上面不会弹呢。哎，杰米啊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脚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折到，等一下。哈，听起来很痛。哦，这边有拉杆啦，看到了。哦，看起来。哦。谢谢大哥，酷啊！哇！保存了，下去下去了。哎，保存滑了。哎呀，这个管子下面破肚哎。哎呀！哎，对。啊！掉进洞了！哇！进洞得发。哦！哎呀！小电视刷起来！哦！哎呦，这个板子差点被弹掉！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以为在玩什么？啊！掉卡掉下去，掉下去了！哈哈，没事。这也会滑？哎，不会。哎呦！哎呦！还有板子，板子！哎！哦哦哦！啊！现在变走钢丝嘞！真的，走钢丝。切！等一下，他的软垫已经歪了。对，我刚才被弹出去。软垫一直弹，就越来越歪。啊！软垫掉，白痴！啊啊！这是软垫，软垫很歪。他软垫已经一个掉下去了。要拉爆了，挂死了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我被软垫压住了，我出不去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掉掉掉掉掉。哎，鱼，你看得到我吗？从那边，你是很丑，然后，哦，你是夹在中间的那个吗？对，等一下，我脚卡住了，对不对？有人掉到里面去，有听到空白键的声音吗？啊，不行，你要不要载入那个？哦，对哈，载入，你可以按那个存档键载入。这我躲猫猫超强哎，好开心哦，这个我自己过。耶，来来来来来。呜！荡水车，哇！掉下去了！哎呀呀！怎么撞在天空中插着？哎呀！嘣！我抓到了！哦哟！这铁轨不合逻辑，应该是往外，离心力往外，不是一定会让人家飞出去的啊！没抓到，我要再一圈。我抓到了，所以要签切结书才能玩这个游戏。哇！我在下面。等一下。哎呀，我跳过头了，跳出去了。我这个位置有一点尴尬呢。嘿，这个是要去哪？哦、oh, ，我那时候在别人台听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。哦，我到了，哦，那个把外籍老公关起来猜一个地名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地狱？这个有点地狱就别吧，别讲了 啊。那我用打字跟你们说，等我到安全站。欸、这是哦，这是货车哎、欸，这货船吧？货船啦，讲错了，还是它是铁达尼？看起来不像，没有四根烟囱，没事没事。看起来不像。哇！说，嘿 ，no no， 球，我都要打掉。哎呦，很安全点。你要说什么？阿贝，阿贝出事啦！阿贝，阿贝，阿贝。阿贝，阿贝，你的下面怎么弄翘？阿贝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嘿咻！啊，好了，上船喽，上船了，有拉杆，要开船船吗？我这货柜会到，我刚整错，那个货柜怎么移了一下？
好呆 ，DC 船要过了，快走！嗯嗯嗯，我了。你刚是说公差小啦？哎呦，麦当劳啦！我说我在喝水。哦，公差小啊！是不是要去那边啦？啊？去哪边？开船过去吗？就那个开船嘞！哇，这次给我们大船哦！这次是大船。长官，会不会会不会沉船？方向不会动，它下面有个小船。有啊，在转，在转。有啊有啊，现在在转呢。没有，那小船夹在旁边要自己划。去船跑。为什么这里没有玻璃？可以往前。两个都压吧，一个往前呢，两个好像是一个是转方向吧。下面有螺旋桨啊，想抓螺旋桨。往前吧，有在往前。繁星，你们可以玩铁塔，你要前面那个。啊，来了，螺丝。快点，切了，切了。螺丝，你说，我切了，螺丝给我下去，螺丝。这次换你下去了。上次好冷啊，螺丝。有往前，往前。螺丝，再往前。走变成后面的那个桥，螺丝要触礁，要触礁了，要触礁了 ，loss， 啊啊哦哦，下去了，货柜不见了，货柜不见了，货柜是假的哎，我一半卡在里面呢，货柜去哪了？螺丝，有个水鬼在抓我，螺丝，货柜突然出现了，下去啊，啊，后面有一个弹的那个。弹弹，音乐是不是卡住了？我在试图你要不要载入？不行，载入我全部一起。我的天！载入哦，对，你不能载入。哎呦，没事，我解脱了。好，解脱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太你解脱了，对啊，你姐姐脱衣服了。那你弟呢？你解脱，你解脱了。啊哈，啊哈。我觉得害怕。我借列车。哎哎，这个位置好安全哦！哎，繁星，嗨，嗨，这个行走有点长。嗨，阿弟，哎呀，哎，那可是你要想，他是哎，没有啊，你像水龙头还是一样啊？对，水龙头，但是哎，这个是不是踩了就会 bulky 的？不会，没有，没有，目前没有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这个不会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哇呼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啊，掉水有个久的。哇、哎哦，我又有名了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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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刷！啊，我的头！啊啊！杰克，刷刷！你的头很有力，你的头可以的。杰克！我天哪！被踩了，被踩了！我压住！我压住！我爷爷头！投石机，投石机，投石机！投石机！不然。我感觉投石机出去就结束，感觉也是哎、欸，去吧，投石机要换一下位置吧，要转一下吧，哦、要投进那个洞里了。嘿嘿，哎，等一下，往后，哎，往后啦，哦，硬要拉一回，他拉不动，他两个轮子在外面，对啊，那拉吧，抓不到另外一个怎样？那就拉吧，哎呀，快跑，抓，哦吼。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让投石机重来吧，也进去了，你就让投石机重来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下面还有、欸，我到了。对啊，下面一大块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直接跳下来也可以啊？繁星好到那个洞的，对吧、啊？没有啊，其实我刚起，我们在外面也是下来了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想玩投石机。下去，下去。我要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好，好，出发。哇！哎，等下我可能要飞过头了，我飞过头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一样大，一样大。哎，我来了！好，超前，超前进度，超前进度，真超前进度。有了！耶！嘿！抬起来！嘿！哎呦喂呀！耶！拉起来！企鹅，刚刚铁达你对不起，你可以救救我吗？啊，就准备好了。求你了，抱歉，刚刚我真的觉得很抱歉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。过头了，我拿不到，加油！你的，要自己，我在踩你的头。你还是走好了，你还是走好了。
而且就发现这边是儿童游泳池，有没有那么浅？好，儿童戏水池。哎，好小。哎呀，就是。哇哦，哇哦，哈，哇哦，哇哦！不要！哎呦哎呦哎呦哦！你有跳吗？保存了，哈基就是哈基从另外一边呐、啊，另外比较好啦。可以，我可以。你让柯基跳水耶，柯基跳水。你要干嘛？你不要把我丢下去，把你丢下去，给我过来。我抓好了。你要把别人抬起来的时候，他屁股会被拉起来。可恶！我来看他们。喂，你这次竟然没拉我，怎么了？你是哈记吗？你是背叛者？背叛者就是仿，你是假冒的。好，你冒牌货，你这是冒牌货哎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的手手要下腰了！天哪，救命！我去，哎呦，反正在那个位置，加油！我不管了，我跳了。有了，有了，过来了，跳到了，回来了。哇，你怎么那么稳啊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我把刚刚的谜语打在 DC 了。好。啊啊啊！屁嘞！啊！我被锁喉了。欸穿出来了、欸！哇，你的手直接要穿出来，穿出你脖子！哇！反正一人一边，现在你们两个干嘛？一人抓一边，装壁咚！哎呦，我家他要从那个洞摔下去了！你们要扯我头发？别再扯我他记得小碎步啊！小碎步，哎哎哎哎哎、歪了啊！掉下去了，烂游戏，气死气死哦！有吧？九九的 OP， 举手。他前面没路吧？他这我钻得过去吗？他要让我从上面走吧？可以啊，官方那个栏杆是可以拆掉，我不知道这个栏杆怎么。哦，我不知道。我从侧面进喽，拜拜。哎呀，我摔不过去，我放弃。哎、欸，等下他弯嘞、欸，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没有刚就弯的啊，弯的吧，弯的吧，弯的吧。等下它不是栏杆的、欸，它是一片墙哎、欸，它是铁皮，它墙壁是弯的，可以弯呐、啊，可以弯、啊啊哦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弯了耶，多强、啊！那你要弯另外一边把它弯。对啊，从中间把让它呈现一个 O 字。哦。最右边那，哎、哦欸，你们的最左边那一片吧。等一下我卡住，怎么办？有只蜜蜂在看戏啊，在看动物啊。你这个要我去，把小雨怎么越拉不动，他不能再拉了，他是假的骗人的。你们的最左边那一片，还是最左边的可以往左拉呢？应该可以吧？那片还没动过，拉不到，你拉你拉。算了，你也拉不到。我看已经越来越多人越狱了，大家都越狱过来了。哦，难怪你不跳过去。嗯、因为这很远啊。不是啊，中间还有断层。对啊。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。谢谢烤鸡，谢烤鸡。拉不了、欸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个，这里有阻挡哎，这边呢、欸？对啊，那边有一块、啊，有一个小块，一小块会挡到你的路线，超有些阻挡。我刚才是走一走，想说，这样是不能走上面吗？然后就发现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应该是有正确的啊，怎么可能这样子？对啊，可是上面一定是不是假的？会不会是因为一开始就弯错边，所以就变成？有可能是旁边那边不小心全部都弯到同一边过去。对，会不会变成这样？啊。他就变成说让你那边都走不动，哦，是不是更开了？了他进来，是不是更开了？你要把他拉直了、欸！有！哦，你好强哦！哎、欸，右边的弯了，右边的弯了！哇，好弯哦！有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中间的又太弯了，中间的又太弯了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把拉远吧，中间那个拉远。加油！可以的，杰克，加油！对对对，迈开啊！加油！钻得过去吗？钻得过去吗？还不行，左边的再弯一边，左边再弯一下。用我的神经级。
鸡，把鸡开，企鹅，鸡，我觉得设计不良吧。这个洞明明我就可以钻得进去了。是，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过。哎、欸，杰克，把我抢、欸！又弯错边了，又弯错边了。杰克，你把他拉直了。烤鸡放在烤鸡，烤鸡，烤鸡，烤鸡的手。哦，烤鸡的手了。我不是弄错。现在中间呈现一个中间的一个的 mark。有有杰克，杰克，杰克往右，杰克往右。对对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，好像可以哦。哦。哦哟，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越来越像洋葱了。笑，这个脚，这个大小可以了吧？不知道，刚刚看中间那个也看起来是可以，头都出来了。怎样？可是这他是撑进去吗？不是看不看进去，那是角色那个方块模组的问题啊。撑不进去哎、欸。对啊。还是一样，要再拉久一点。反正他其实可以用抽出来的。拉出来。对吧？知道哎、欸。拉出来嘛，合理。他越来越弯了、欸。越来越弯了，越来越弯了。感觉右边是极限了，剩左边。对，还是左边那两条有办法再拉过去。我觉得你们的左右是不一样的左右。对，啊、我刚刚是团团的左边，就是我们的右边了、啊，一直在拉。杰克那一边，怎么感觉中间那个越来越直了？对啊，因为中间那个被拉直。侧边拉好像会拉错位，嗯。是，我觉得他感觉是三根一组，然后中间那一根会被互相拉来拉去的感觉。好像是。噔噔噔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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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弃了放弃了。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走过去了吗？然后我们却走不过去。那是可以回去不能补虾龙有没有？虾子进得去出不来。真的。起来起来起来。哟这个好像快结束了、哦。嗯。应该快了。哎呦。最近感觉又没东西。等一下，啊，哎呦，我天，企鹅脚，哎呦哎呦，怪，下面有洞，企鹅脚可能比较短一点，有洞哎、欸，要走下面的洞，要走下面的洞，哇，重跑了吗？哦，对，很远呢、欸，哈哈，啊，上来了，哎呦哎呦，有点大平台 ，QQ， 哎，我在上面，嘿，为什么卡住了？刚刚我卡，他这边有一个。透明方块会卡，我卡在这个洞里面了。他就是要走那个洞，把它填补这个路。我填不动了啊！我打住。嘿，嗯，我填补了这个洞，一人塞一个洞，到了塞一个洞。哦，所以你们在下面哦。哦，那下面就有路。啊嘿，啊嘿，啊嘿嘿，好爱玩这个，就不信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主要这中间还是实的哎、欸，还是抓得到东西耶、欸！白痴，我也被卡住了。还要往哪走？卡住了。没有，就是往那个铁轨最前面走吧。啊！就结束，结束了。哦，在附近掉下去了。哦，附近掉下去就结束了。对，啊、跳过。我们那个时候玩那个城市是跑酷几啊？三代、哦。五哦，然后到五感觉还做的还比较、哦、就感觉 OK 啊，是有难度，对。那现在是三，好。嗯、那然后三等下就突然一个大进阶，直接爆炸。怎么好像也是在差不多的感觉？好像哦，前面的这是什么啊？有哎、欸，那个海盗船是吗？鲨鱼还是狮子还是啥？啊，是老虎，老虎，是老虎吗？然后他头上有灯塔，嗯，你还知道跑步叫做老虎，叫做老虎，完全没看到。泰格，泰格，是我头卡住啊！嗯，我怎么跳不起来？哎呦哎哎哎、哦！好滑，好滑哦！这一条路可能很对，这条才可以。嗯，哎呦，直接跳上！哎呀、哎哎哎，不行，能跳中间那个三角形。这设计好棒、哦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是掉下去头卡住，你只能冲再入。超车，冲啊！还不一样了吧？哦，你好棒哦！你好棒啊！差一点掉下去。然后呢？哇！哦，侧边，侧边，侧边。要走侧边，左边吗？哦，这边，面对塔的左边。左边跟右边好像。对塔的。有保存了。保存。都行。
他这里写有 checkpoint， checkpoint 了。哦，这个后来开始有 checkpoint 了。对，他开始写有 checkpoint 的东西。怕爆，越来越精致了。checkpoint 二张。嗯。喂，知道怎么上去啊？嗯，里面有路吗？你，卡住了。那个塔顶，塔顶，塔顶，我脚卡住了。哦，卡住了，卡住哎！哇，这边重新载入。哇，这么快了吧？天啊！要爬塔，对，爬塔。等下，我发现这载入存档点的时候，我可以往旁边跳啊。哎，应该可以啊。它跌下来的时候，它有一个点，好像可以。要马上抓哎。对啊。要马上要进入窗边。哎、欸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对哦。先载入存档点的时候，往旁边可以跳，掉下去啦！哎、欸，我抓到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啊、我没抓到，我没抓到，不行，我抓到了。抓到什么啊？好猛！就你在载入，你要载入存档点，然后上面的、哦，对对对，哇！你抬头，你抬头看我们，哇塞！我晃一下，好假包，好假包，假头刀。杰克应该要按个载入把全部人拉下，然后我们全部都跑过去。我们还是要投一下正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哎呀，有了，抓我的手手，把它荡过去。等一下哦，看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脚脚放下啊？这里可以，可以，我把我的脚脚放下来。哎，好，上去。上去，等一下，我在走墙壁了。哎哎，快荡过去！快了，快了，快快快，走走了。哎呦呀！呦呦呦！哎呦，有了，上去了。爬啊！啊，掉下去了。算了算了，上去了。有了有了。哎呦呦，喵抓到了！啊，喵，你抓到板子。对，我抓到是板子。可以可以，那个上那个位置先上，应该上了。耶！求手，你先走啊！好，我想到方法了，杰克，帮你哦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抓到。帮你缓冲一下，你跑吧。哦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有有有，交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抓到了吗？抓不到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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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好了好了好了。哦，哪里才是对的？平衡一下。他们真的应该是杰瑞。快抓他！你们快抓他！你们快抓他！你们两个快抓他！你们两个快抓他！你们两个快抓他！嘿，你们两个抓到吗？他们没有抓我的意思。我怎么抓你？再往前，再往有了。那喵哈，你抓地板，抓我。反正你可以往上啊。我去，不行。哎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先抓你，然后地板。哦，我抓不到。右手抓太左边了。好像可以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上去了。哎呀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嘿，天哪！有了，有了，上来了。上我的脚，我的脚，我的脚！哎，哦呦呦呦呦呀！哇，这个啊，等下要好像走蛇上面，就是会掉下来。哎，抓个羊上去，抓个羊上去，哦，上去上去，哎，跳过来，跳下。然后这是尾巴，跳过去，跳过去。哦哦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这边真的很恐怖，很滑哎！要走正，要走正正上方，不然会滑。我要等他们。啊！我下去了。啊 ！Checkpoint， 我碰 checkpoint 了。哦！啊！我掉下，滚下来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对啦，到这一代他感觉好像比较难了啊！有有在跑酷的感觉。对，有在用左键的感觉了。是走路，不是跑酷。这感觉很练腹部，天堂路。锻炼的二头肌跟肩膀。嘿，我掉下去。哎，如果现实中真的就两只手勾在一个那个边缘上面，我拉不上去我自己。我也拉不上去，正常都拉不上去。很难吧？那个要稍微那个背力要练过。对，嘿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直在做那个向上。嗯。引体向他很贱呢，中间那个洞哦，所以要走正中间哦，正中间就没正中间会被挡住一下。哎呦，进中间，还进走中间，对，上去，那我们的手，哎呀，反法骨 ，E L P P， 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了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哦，快到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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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哦，终于上来了。啊，上来了。外逃啊，外逃啊啊！等一下，头卡住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卡住人家屁股了。哇，怎么拔骨啊？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可以，你往后走一下就好。我这手是我卡住了。跳不出来吗？好像动。不行，我卡住。哎、欸，有钻出来，钻、欸、出来。上面这边有点可怕，会卡住。对他这里，这里有点超级他妈贵啊！抱歉，抱歉，可是你救了我，救了。你差点摔一楼，对吧？对。啊 ，trip point， 看到有前面有 trip point。哎。哦，我真的是对这有障碍，我反而是这个没障碍。哈哈，不能抓太前面，你走中间啊，前面绝对要摔下去。我刚刚走中间就弯不上去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缺喽，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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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，然后缺了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了。等一下，这里下面我看到下面吧。小雨差一步而已，小雨，等一下我手卡住，等一下。一下我卡住了，白痴，我卡住了。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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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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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会抖哎，我卡住了，这里又卡住。等一下，如果那群人在上面跳会怎样？好，你那上面跳，那上面跳，那上面跳，谁掉下去了？哎，我太人了。小雨把哈基推下去了吗？我卡住了。太坏了！然后你就把他手搬开，是不是？我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把他抓到一个空地，结果他就滑下去了，把五根手指掰掉，你看一根一根一根，两根三根四根，然后就下去了。坏人！啊，我卡住了。在那边红色继续下去吗？感觉是啊，那边有路哎。哇！有路哎。上一秒还在感动说哇，小雨来救我，好感动。下一秒，看他是把我丢下去，看我。我是想救你的，欸、是后面发生一些事情。哎，为什么我们抓起来？抓起来！那秀，那秀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我靠！我的天！哇，你滑下去了，也太宽了吧！掉上来！哟！嗨，狗狗，我们一起要抓啦！哦，真的蛮宽的，可能要走那个左边的那一条。可恶，臭猫！哎，我越滑越下去。臭猫！哦，切不好。不要！这边很滑。咻！嗨，我滑过来了。嘣！这是哪里？滑滑的，滑滑。吊桥，嗯，花，花的花，花的花，花的花，哇，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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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，说啥？差，差，差一点，白痴哦，下面好像不行啊，不行，够了吧？哒哒哒，嘿，嘿，不要啦，好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然后呢？短腰腰。然后呢？我在这边等你们好了。哦，走斜坡。哎，为什么屁嘞？屁嘞！那边真的很滑。哎呦！哎，滑滑滑滑滑！哎，不是那个什么子？哎呀呀！不叫不叫的。哎呦！上去！滑滑滑滑！滑滑滑滑滑！嘿，上去喽！上来喽！哇，不知道怎么跳。哎呀！啊！哎，哎呦呦，快快快！哦，我知道从上面是不是？哦，不是捉住了。蜡笔小新，我不是捉住，我不是捉住。缩的缩缩。哦，这里是滑不上去的、啊。丘比特斯，什么鬼？蜡笔小新他不是会喊那个吗？啊！哦，我以前没有看蜡笔小新，我也是，我没有在看。笑。好，要重来了，算了。
我想说怎么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跳，然后看了一下前面路，好好吧，还是在这里就好了。好远呢、哦，好远呢、哦啊，好滑、哦。我卡在这边好了，等一下，杰克，等一下。短腰、哦，没救了，我这边太矮了。啊，八，滑下去啦！太远啦！啊 ，two， 哎，我爬上来了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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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。Impossible， 让我有可能的机会哦。Impossible， 来吧，你勾得到我的话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你就可以获得可爱的肉球，可爱的肉球。好，有了，来吧，我获得可爱肉球了。哇、啊，可爱的肉球带你上天堂啊！什么太重？可以吗？啊、我另外一只手嘞，一只手伸不出来。太重了，爬不起来。等下，等下，那你另外一只手可以抓到我吗？抓到另外一个可爱的肉球。我来看蜜蜂打架。我要抓下去。换个手、啊。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。我的手碰不到肉球。好。我在这边等他。好。变打架擂台。抓到了。我要举高我的手。打架擂台。好。我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你就挂在这墙壁边。哇，拯救成功哎！再拉我一下，来抓我。抓球！我的右手不听使唤。哦，你右手的力量要抓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抓到了，你不能抓那边会痛。还要生小孩、欸。哎、欸，回来！哦，小孩，来来来，准备来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。换你获得可爱肉球了，有抓到肉球了，我抓到肉球了，抓到了。说好那个下去的，等一下，我上来了，感谢肉球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躲着。看肉球，就是按住了放在这里。这要怎么过去啊？跳过去啊？后面还有人吗？有，超难的、啊，超远的。有喵哈鱼。啊，我们没有，不用，我们在，我们在那个。准备面私人恩怨，对。你们就赶快跑，怎么赶快跑？好，那我们往前喽。好，挑啊挑，可以吗？我们手上来了。挑啊挑，走走走走。哦，准备。你不用举手啦，缺 point 了、欸。有缺 point， 有缺 point 了。是什么压力板吗？不是，我要想看私人恩怨。我先跑了，我来了，好恐怖哟，后面有鬼啊！我来了，哈基，就抓哈基就好了。这个是邪的，抓哈基，这个跳起感觉很好哎，耶，好酷哦，哈基。好了，放手，放手，你和私人恩怨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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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去看看。哎，这最后后面会掉下去哎，还很漂亮啊，要换一条。去玩，上去玩！不要不要，我们去下面玩水啦！现在上面呢，刚笑笑，大家都热了，走走走，太野了，感觉变成啊，不然带你去上面高空跳水的。好好好，高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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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那边就要过来了，那边会滑，踩不到。对，哦，好滑哦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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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来来走走走走，哎呀！上去了，上去了，极限跑，下去了，一个人跑。为什么不能抓？极限跑酷，双倍重量。看我们两个，那你先松手啊！呀呀呀呀呀！太重，你看你要把我带下去了。哎，结果他们因为重量关系，左边可以走哎。左边可以走到那个。这边就不行了，这边就不行了，这边就不行了。真的耶，这边就不行了。对，那边就开始会滑了。你就不会滑，你有重。哎呀，你在重啊！你看我卡住了。啊，来，我上去了。啊！哎，我上不去哎，好猛哦！哎，我抓到另外一个了，我抓到另外一个人。我拦截住一只烤鸡。烤鸡在想办法上去。乖，短腰。哇，那是烤鸡啦！烤鸡跟你们没有恩怨。哎，又弹走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我放上手了！啊，跳下去了，可恶！哎，那我只好先上去了。哇，你居然放手！撞到烤鸡了！啊，撞到狗狗了！超
小蜜蜂，对不起，哎，我没敲到，对不起，要到那边，我快上去，我快上去，啊，你没有抓到墙来了，跳旁边吗？你抓我，你抓我，你先上去，真的不行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我抓到，可以抓住我，可以抓住我的脚，啊，我要滑下去，啊，我抓到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挡住，我挡住，我挡住你们！哎呦哎呦，感受到了！哎呦呦，上去上去，好滑好滑，上去！哎，我的左手，哎，我的左手，上去，我上来了！哎，有了有了，上来了上来了！对，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抓抓抓抓，猫咪！我怎么抓到你的手？有我抓到你的！哎，我好像卡在那个。有了我还会撑十一分钟的，相信我。那個、嗯，因为像有一幅画，就是那楼梯一直在往上走的那个。西班牙是那个吗？达利吗？不知道。你这样讲谁会知道啊？因为他就讲那幅画嘛。人家是蜜蜂疯了啊！蜜蜂疯了，把我抓起来了！我刚把他抓起来了。是蜜蜂疯了，他手黏住了。跳跳蜜蜂。哇，狗狗！有狗狗到了，跳上来了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上来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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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，狗狗，走你的头，抓我的头，还没存档点，抓到，抓到狗狗头了，松手，松手，我要了，要了，要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吃了，因为我要去前面看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你们怎么上去的？好厉害哦，走楼梯吧，楼梯要跳楼梯，跳楼梯，不能最后一个。这有楼梯，旁边楼梯太重了啦！你才重好不好？在互相伤害的一天啊！刚刚杰瑞对啊，对，互相伤害的部分。那两个互相伤害跑蛮快的。化化悲愤为力量耶！肾上腺素的部分。这上面总该有 checkpoint 了吧？有 checkpoint 的。哦，有看到。你超像他的背后灵哎！你太重了。哎，那对面那边是干嘛的？为什么这边有个楼梯啊？可以过去看看啊，过去看看啊。吓，这很恐怖。我这声音好大哦！哎呦，这里没有。哎呦，不要！哎呦，不要！你在干嘛？看戏的地方吧？你看那边不是很刺激吗？那感觉是看戏的。哇塞，你的身体好上去耶！你站上去，站上去，站上去！我等一下，从这点啦，从这点，从这里。哦。啊！你这个很坏哎！就行，他就没有甩。这个太晃了吧？这个太坏了！啊！我不飞出去了。重生点为什么是在这里？对啊，不懂。啊，我知道，因为有怕有人在跳的时候人掉下来砸到人之类的。哦，可能吧。哇塞！这个好难哦。哎，他好像其实有办法连跳哎。这有办法吗？嗯，他中间的他中间的幅度比较短。啊，我脚又不见了，我。啊！你脚是哦，有脚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哎，我在下面呢，我被推走了，走下面呢，走下面，走下面好难哦，走下面好难，下面太难了吧，太难了，那个太杆子太细啊，哦，它晃的幅度太大了，它这样不能直接说在同一个点这样子，狗狗你的手就卡住，哈哈，啊，小雨。空中相撞，云霄飞车，他第四个好晃哦，啊，第四个频率跟人家不一样，对啊，第四个摆动，哦，哎呀，我撞到没有拉到，啊，哎，没抓到吗？太凶，第四个有点难抓到，嗯，现在连第一个都抓不到。哎呦！哎呦！好了好了好了。
太快！这真的很难、欸。哎呀，我们没上。啊！才有第四个说。啊！狗狗。他的符很不一定哎、欸。中间比较小，中间比较不会晃。对。第三个不太会晃。第三个还好，这第四个比较难。第四个超晃。哭啊！嗯。第四个不好。啊！做到。抓到。哎、欸，卡住了，肚子卡住了，烤鸡的肚子，烤鸡 肚子太大了。不是第四个，我没有放开手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，跳时间不对啊！啊！再滑走！哎咻！咚！哎呦，我的手！哦，没抓到！哦，行。哎，我抓到！哎，天哪！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 ！Right now, right now！ 哎，有过去吗？有，我下来了。好好，我躺啊，我的手！救命！太难了吧，这个！太凶，真心难。还没有缺碰。我插鸡了的头！哇，这四个要怎么弄啊？好命go，走喽！你在干嘛？他今天很喜欢把人举起来。还在这边啊？嗯，怎么还没过关啊？小雨还没走过去啊？是看这个路。哦哦。跳一跳就整个传出去了。如果你当震那一下，就好像就不太行。要等震完那一下之后，你他准备回中间那个时候才能跳。对啊，那个时候跳。天，对，我走中间，我不信。真的耶，看到狗狗在走下面。哎呦！我的错，不是，好可以耶，我要走中间了。哎呦！找一下哈。哎呀！哎呦！哎、欸，没抓到，我的手是滑的。哎，怎么在这种地方？哎呀，喵喵，起来！哦，走下面好像有机会、欸。对啊，我看到有人在底下走。这是有啊，有啦有啦，我看到这边哦，老人了，对，好差一点呢、欸。嘿咻！飘，掉下来的啦！我去碰你的喉咙。哦，这个感受到作者的复仇了。对，爬起来了，各位，爬起来了。哦，我的天啊！作者复仇，感觉要排队。就是你前两步没有爬到的，这一起爬起来了。哎呀，你先掉下来，看有人抓边。好高哎！超高，他到另外一边。哇！哇塞！哇，这到底是什么鬼？嗯。小人。小人拉一下吗？等一下。你拉到了吗？拉到了。有了。哎呦！有了。谢谢了。啊。谢谢。你先。是不是有点急？哇，小雨直接那个、欸、哦！看我的脚就有办法上去，然后上不去。太小，感觉得你先了，你那个位置比较适合。天、啊，我的手卡不上。这里，不是啊，那种小块怎样？作者哎、欸，超麻烦。啊，狗狗，好钱，小块的踩不住啊。你的脚没对到，对啊，但这有点滑、哦，要抓一下。我抓住了，啊，掉下去了。有你对到了，转身，啊，哎呦，嗯，哈气怎么了？小块的，哎小，感谢超级留言之类的吧。没有，就觉得有点挤。哎，啊，杰克，你先。哦好。等一下，我的手都快没力呀、啊！啊、
抓鸡腿。哎，为什么抓不到？算了。啊！别！很想连跳上去。我觉得要连第一颗都很麻烦。这位没有出。超 mad fan。哇，中间他后面还有一根一根的杆子，那个。我去！哇！忘了。哎呦喂！飞起来！你不要晃的。我要嘟对好位，好对好位，嘟对好位。那能不能够抓着墙壁慢慢晃过去啊？我刚刚有想，可以，可是这个很大一片，嗯、就是慢慢晃。对啊，或者是你就晃到有部分可以踩的时候再踩。对啊，有部分踩的时候就比较稳。哦，有像这样踩的。对啊，像我现在这样晃过来的。哇，这个太好猛哦！脚，手，这真的他把自己卡在这里，很痛苦哎、欸。这太小片了，难对的。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垫一下，然后直接跳墙壁比较好跳一点。对啊，碰到瞬间往右往左跳。对对对。嗯。啊！我七二。云月，我是你就踩了他们两颗头过去了。快点踩过去，踩过去，快点踩过去。然后边踩边流泪，有没有？根本没踩到我。快快快，有，我顶你。有，过去，我的脚有。杰克，怎么那么急嘞？我先下来，。感谢。我要去一个厕所。好久。我感觉掉蛋糕没有在上面走。我回要请一个。啊完了！我边踩边流眼泪，有感受到吗？好爽啊！我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笑，又不是流眼泪，是流口水。我会把喵他推下去啊！我决定我要下去看了，我好累啊！不是那个谁，太多根了。而且我看到上面一大堆，你们过来看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跟喵在下面先看地图。啊、哎呀，你看我卡得很好，我手都没有放。哇，你的三角好，对，好稳啊。哇，你要卡住哎、欸，超稳，真的是稳一个字。这是他的复仇。对啊，作者哎、欸，复仇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没事。晃过去，晃我肚子，踩，会，晃过去还都讲我踩，我说踩啦，踩头的踩啦，我哪那么坏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小心哎，踩，我这么自立自强的晃过来了、欸。我怎么是这样比人呀？输了，烤鸡还好吗？我在荡秋千。好，哇，狗狗跑到那么前面，好猛哦、喔！我用荡的荡过去，还顺便骂一个人菜啊！他就是自己过去的，就骂我菜啊！哎咻，哎，这么多根是假的啦！哎、嗯，你们要感谢我了，到了，就吃过了。全 point， 干我上不去，等一下，要换骂菜了。蜜蜂，我来了，可以，你成功成功了，有了，哦，耶，估计是走这里啦。哎，看，等一下，我啊，头，啊，下腰，啊，口蹄，卡住了，口蹄过不去，口蹄你可以。我最近肚子太大，我爬过去。好，那用爬的。我现在要过来。嘿，啊，这里然后呢？我这边好了啦，我这边绕过来。哇，反应这边好像比较快、欸。这边没有栏杆。对啊。哪边啦、啊？绕过来，先过靠腰，我的头等一下。你的头怎么卡在那边啊？这要怎么上去啊？你的头怎么了？是那个吧？右边这边有一块。你拔出来、哦？你说那一根吗？对啊，应该吧。那一根你们还在下面吗？对，然后踩在那一根上面，然后跳那个板子上来。
阿基还好吗？我还好，还不太到。哇，你刚刚那个动作有点热情，我吓到了。等一下，怎么钻进去啊？不是，就是把头拉过来吗？等一下，这个会转吗？哦，记得真好用。哇，直接背上来，我的天！是老背上的还是？好，胶先够了。海星，你看这是不是会转？哦，就是那个啊，对啊，帅吧？上来了。啊。不会耶。哦，但是你掉下去了。误会他了。哇，他这个真的很过分哎。口气上来了。可以，好。口气自立自强的爬上来了。有。天，这个怎么这边会卡？这边会卡，糟了。啊。也回来了。苗浩，你要不要从另外一边啊？因为这边难看，苗浩。你拉下来，另外一边没人干。把拉下来，把拉下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哈基基库。哇哦！我刚刚掉下来了，是最下面的吗？哎，我已经拉不下来了。拉不下来了。我是把苗浩拉下来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是出生的。哦。干嘛？我绝对没有爬到那么上面的。我的这个屁股，对，你的屁股哦，你的屁股，你要卡在胯下是屁股，你的屁股，哦，啊，哦，你要会动哦，爆裂的声音啊，我先下去了，我先下去了，然后接我这个，哦，这很细耶，嘿咻，来，来。哎，所以刚刚他没动是假的哦，那其实他会动，踩都没动，但他会动啊，他其实是会动的。嗯，哎，所以会动，我想奇怪。对啊，我刚拉他就动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好，踩我过去，踩我过去，我压着，我压着，啊，加油加油，我压着，我压着。那不行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我下去。哦耶！一堆人，我下去。一堆放弃人啊！他这里，哦，这里好窄哦。我的，哎呦！我真的觉得他这个跑酷做的好艺术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我的天！后面不是做的蛮艺术的吗？哎呀呀呀呀！我的手被折到了，我的手折到。现在都是这样钢筋水泥外露的吗？对啊，剑伤盖一半就走了。嗯，啊，按到。你刚看到杰克的帽子不见了，好笑。奇怪，为什么没办法？我刚才在。太小，我直接压下来。你好棒啊！哇，我太棒了。啊！啊！重新。桶子，哇哦！小雨的头，我的头卡出去啊！没事没事，好像没办法，踩我的头，我靠！喂，嘿，嘿，嘿，这里很窄，这里只能排队啊！对，这里真的只能排队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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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爬不上去？哦，我好稳哦！哎，我的手有点卡住了。你看你胯下很痛哎，超痛！大妈，你要等我走路？胯下走路哎，我的四面刚被超可以缺一下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呦呦，差点！大妈，我受不了，你给我下来，我气死了！妈的，又一个要互相伤害了，坏人！缺。哦，切到这了，切到这了。这里上面可以摸到哎，白痴哦，大妈，小心，大妈小心。嗯，哎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多抓几个，又来了是不是？又哎，走上来了，哎，就是走得上来，走得上来。OK， 那这里不是 checkpoint 哦？是啊 ，checkpoint 好像在下面那一个。奇怪，为什么打？不是的啊！我操！这个真的是，哎，走到了。他这个实在是离太近了。对，难怪他后面都后面几代的地图都不能这样。切破你都把它挑到哪里走啊？
因为我们死掉掉下来，然后就跑到这边，被楼梯接住，被楼梯抓住了。哦，哪里？要从这里往这边走。应该是哪里吧？因为他刚刚从那边过来的。对对对，太狗狗啊！哦，所以是从下面慢慢爬上来，这楼梯是他那个最下面阶梯有一个洞啊，自杀。哦，这是一个平台，好难哦。哎，等我一下，哥哥。哎呦，没哈气，难怪你们可以这样上来。啊！你老头，你老头，我头。哦，杰克过去了，法金也过去了。好呀。哎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！上去，上去！我的天！好，你们一定要来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啊！卡住了。你说这个楼梯吗？对啊。是。哎呦，真的都是违建什么之类的哎。因为你先。违建的部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倒立，我在倒立。好。你在倒立。哎，我们在那边等他们吧。我刚刚是撞抓到你了。是缺 point 了，对啊，哎呦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啊，来拍照，耶，哎呀，有了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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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啊，抓到机会了，有了有了，上了去，好可以，他自己看前面那个，有了有了，嗯，那你起来吧，有了，我起来起来。这也太难走了吧！对，往前往前，不用怕，你很苗条。上来，楼梯。快来了！是。等一下，哪一个？等一下。手。难。杰克，你看这楼梯是什么鬼？杰克，你看我的腿越开了，越来越开。楼梯好窄哦，我的妈！有点过分哎，真的。哇！哎呦，这个楼梯啊！等一下，我太啊，没事。再抓着可以那个吧，上面缺碰哟。嗯，啊，不缺啊。啊，好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会走嘞。嗯，这往下看真的很可怕、欸，很可怕、啊，会抖哎、欸。哎呦，好高哦，走吧。喂喂，来了。哦，抓哦，你接到我了。啊！再入城，还有还有，哎笑，哦，好多次、啊欸，我的头，你的头卡住，哦，有上面怎么有东西掉下来了？这可以应该就直接跳到对面吧？对啊，哇、啊，你接住我了、欸，我接住接住了，哎，哎呦，嘿，下过去，啊，有点难，怎么来下去了？Tiger， 来了，老虎。我们终于快要到他的灯塔了。耶！我有种预感，灯塔应该就是结束。灯塔应该吧，差不多。灯塔，这是虾米？我的虾米？风车，风车，我弹过来，躺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躺下来的风车而已。哦，不用转哦，哈，我以为要转，我以为要转就可以抓着继续甩了。让你们先命，失望。有人可以救一下前面这一个吗？哎，帮我拉一下。好，肚子来了。拉哪里？那边吗？好，谢谢。我肚子差点从旁边摔下去。你觉得对？左手是不是没上去？我刚才怎么来这里？知道干嘛？这里吧。啊！嘿咻，也是，好像也是有那边的。对啊。可以跳吗？我不行。来，你抓我，把你抬起来。我想说，我是想说，哦、你试试看是不是，是要抓到那个上面那一个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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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能吗？有办法直接从这边跳吗？可恶！呀，才感觉是可以啊。跳！哇，这里好危险哦！跳跳跳！哇哇，嘿咻！哇，可以？哪里啊？对啊，是可以的。爬楼梯？从那边吗？对，从这边，然后。去抓那个三角形，对，哦，哎，真的很极限，会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跳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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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
你上面那个还是碎碎的那个石头哎、欸啊！我跳！狗狗快到了，狗狗跳！哼！我看到上面缺朋友，有啊，在哪里？在你现在背后，这里啊，上面跳那里吗？不是啊，在上面啊，感觉不是那边，感觉要跳这边哦，看到了，眨眼猫猫。啊！白痴哦、喔，这里又痛了。哎呀！哇，上面又别有一番风味，上面又一堆香菇。哎呀，香菇，不行，太远了吧？我要等缺了。缺了！哎呦，缺了！好厉害哦！缺！有那个哎、欸，黄色郁金香。黄色玉金花的菇，哎、欸，这个就直接一直走过去就好了。我跟你讲说，有个消失的一块泥水泥，然后这圈有点危险，危险！我撞到结果啊！等一下，挖到了！等一下，这个圈，圈、啊！等一下，彤彤，你忘了东西？哈？忘了什么？阿纪，你忘了小雨在后面。对，那你也忘了东西，我们都忘了东西啊！来了！你快抓住哈基，快抓住哈基，小雨就在后面了。快了，我快抓住他了。你们突然觉得，怎么可以走到后面？哈基好冷，哈基好冷，还有女妖，哈基好冷，抓错人了，女妖。来了。哎、欸，爬香菇啊、哦！还有啊、哦，菇啊！我以为已经最后的灯塔是吗？菇啊！为什么那里还有菇啊？先放菇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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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到不想吃了啊！哎呀，菇啊！哎，吃这么鲜艳的不是很好吧？哦，是啊，你们两个披在我身上谁啊？啊！啊啊哎呦！哎呦！压扁的企鹅，它这个站点是尖的哦。对啊，所以更难，更难爬。脚脚不过去，脚脚抓住墙壁，我抓住。我的脚脚总过不去。我上来了，这队伍好长哦。还有，哎呦，哦，朵花是怎样？哇，你怎么直接爬那里啊？我可以直接爬那里啊！我的天，可爬不上去。有，就把手没有在上面，应该是很难勾上去吧？啊、不好上去。好滑，好滑，好滑！这个菇好滑啊！我掉下来了。上面有一朵花，我不知道在干嘛的。装饰。我不知道那个花要拿下来。哎，我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哦，我的手太精彩了吧！你的手是反过来的。手怎么是反过来的、啊？哎呀！哎呀，觉得我要翻到正面。呀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内裤啊，内裤。有了感觉可以。嘿，啊！过头了，翻过头了。嘿，那你先拉。好。刚烤鸡屁股被抓了一下。你们是直接跳上面那一根哦、喔？掉下来。踩不到。他们直接跳红色的。哎、欸，气呀、啊！我下去啊！我下去啊！我下去啊！等一下。踩我脸，你踩不了我的脸啊、喔。等一下哦，这个香菇很冰啊！喵哈，你的手要不要放开啊？耶、yeah, ，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被推上来了。等一下，被推上，我抓到菇了，抓到菇了。你们好像这边可以踩我过去，就不用踩企鹅那个。等一下，好滑哦！啊，我的手把你们顶上去，手没力气，用力！我的手被抓住了，我的手被抓住了。没有，应该是你是被脚被哈基抓住。没有，我的手要被他自己拉住。用力！哦不，我这位置红色好滑哦。用力！拉不上来，你太重了啦！太重，是你太重，最重啦！我把企鹅推上去，上去，用力！我把企鹅顶上去，上不去啦！没有翅膀，没有翅膀。我没有，你都有看到，你幻觉哦。他吃了香菇了啦，产生幻觉了啦。上不去，杰克，你要不要从我这边抓过去？不用，我从另一边上去啊！用魔法，用魔法，你是妙力呢？我不是啦！啊！要不然谁是妙力嘛？就
就没有人死。其实是巧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尴尬了啊！哎呀，哎，你往右边荡呢？往右边那个屋檐荡。没有，这个墙壁荡不了啊，太短了是不是？这墙壁没办法。哎呀，睡哦！哎呀，我抓到结论了。哎呀，快！抓好！脚腰可以，上去！再来跳！哇！有！气球，我就说气球会飞吧。手要晃一下。哎，那个花要爬哦，白痴！我刚刚在爬那个爬，爬。白痴上去！爬那个花，超能爬的。等一下，这个花怎么爬？等一下，太难了，要爬叶子，叶子，然后上去。嗯，这个梗应该你会直接掉下去，应该会。对对，那个梗会滑啊，应该等下想要把自己卡住吧。先右边那个叶子啊，你右边有一些。哦，哈基厉害哦。哦，哈基怎么过去？可是那个会不会太滑？哎，不会。等下那个，因为他那个高度我抓不到，我抓不到，上不去。我好像帮顶好基顶了一下，尴尬。算了，下去了。这一片，我去尿尿。啊！哎呦！卡住了！哎呦！最尖端。小雨先上去。好像可以，又好像有点难。可以。然后跳，往这边。然后你要转过去弄那个花。啊，有花。啊，要往哪边走啊？你走左边还干嘛？右边。你走左边看看，左边空的，你去。秀波拉，我先抓住。啊，对，有。凤梨耶！凤梨，深海的大凤梨。上去，要上去，凤梨。我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啊！哦，有啦。你是抓到什么头了？你抓到头，你要绕右边。哎，我的手怎么卡在你那个上面啊？对啊，我举起来举不起来，太好笑了吧？这样子。好了。为什么还是抓不到？等一下，我好像这边是极限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差一点。呀！举起来，帮你举起来。哎呀呀呀！哇，尴尬了。前面就终点了。尴尬。真心尴尬。哼，哦，有了哦。回来看你们。踩我上去，踩我。没有，有了。糟了，上不去了。尴尬！那我的手是卡住的，我的脚卡住。一起上！所以是要走另一边哦。从左边走，你就会看到凤梨啊，右边离终点比较近。哦，哎，真的？那这凤梨是可以拿的吗？不知道哎，我没有拿它。也是。神奇凤梨。哦，抱歉。好，凤梨不能拿。上去，没上去。哇，这个尖的真的不好用哦！哎，好滑，好滑，好滑！看不到那，我要从左边比较安全。哎呀，太妙了！冤家路窄了，走掉了。路真的很窄。冤家路窄，两个冤家嘛。可是因为这边走过去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就等大家。这怎么到了？到了，在前面了，在终点前了。我决定往前。卡在蘑菇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举高，嘿啊，嘿咻，把自己抓住是不是？对，嘿，嘿，这蘑菇太……我要去看他们，我要从这边过。啊，蘑菇啊，好难哦，菇啊，蘑菇是很难吃，菇啊，很滑。头好痒哦，我一直抓着我的头啊！我也在试抓着我的头。哎呦！跳不上去！累了！休息一下，挂着了。先按个广告啊，再休息一下。小雨，把哈基丢下来。他抓着墙啊，有点难。他抓住墙。我是名副其实的挂着。哦，是啊。真正的挂着，真正的挂着是挂网。挂网，挂枪，挂枪，这样可以左右吗？他这一张地图的很多墙壁都很难左右。对啊，就拉不太上去。对啊。
哇，是魔棍盾机耶。想吃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我都没有上下动，他自己在那边上下抽哎、欸，我看起来很奇怪。对啊，我明明就没有啊，他在抖动，好奇怪、欸。哎、欸，梗这边怎么爬？采叶子啊，采叶子，右边两叶子，右边、嗯，右边左边都可以啊。太妙哈！然后反正你先，你先，你在前面，可我好像抓到你的头，对，抓我的头了。哦，终于勾上来了。哦，为什么会自己动啊？你超奇怪哎、欸！本能反应。哎、欸，你也是哎、欸。四脚抬高才不会，正常的就会一直动。我不会跳蘑菇、欸。我也会耶，我也会。对啊。这什么话？好、啊，你是说会原地抖是不是？原地抖动。小雨，你回来看一下。有，我刚刚自己抓，所以看到会抖。没有，蘑菇是抓闪的地方还是抓？你在干嘛？我是抓它梗的地方，梗的地方。嗯。哎、欸，你们左右脚怎么不同步啊？我很好、欸，我是原地起跳、欸。哎，我跟哈基不同步而已。哈基不同步啊，哈基左右脚根本开跳、欸，很嗨、欸。更嗨了。超慌的。杰瑞怎么那么木斧啊？超木斧！这边掉下去我就不玩了。回来，你先，你先，你先。狗狗，你不上吗？你先、啊，你先、啊。我想看，我想看崩溃的一瞬间。有屁股。那、啊、你们怎么抓上来还会？我抓上没有啊？抓上来要按压空白键，然后四脚要朝上，就会四脚朝上。对，然后嘿咻啊！对啊，我们有压的前面啊，W 啊，好像靠着墙壁就好多了。我不玩啦！有压掉，这是什么、啊？过关了吗？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再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再一下，那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，是啊，都跳右手边吗？哎、欸，我更卡，超可爱，跳一下，硬刚跳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么秀，而且同步哎、欸，超同步，呀，啊，又卡过去了，上去，上，怎么比你们高啊？啊！我不想放手了。哎呀，好，投机加油！哦，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，上。然后沿着边边走吗？对，沿着边边走。那哎、欸，那我们要迎接他，等一下。要，我们要迎接他，我们要这样。嗯。哎，我看到凤梨了。有，你再走过来，你再走过来，你再过来，你就看到我们迎接你。对，我放弃。等一下，快来了！好，我放弃了，去吧。等一下，我们等雨越过来，我们等雨越过来。然后还有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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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他在干嘛了？不知道，他就会动呗。你知道怎么抓子的吗？那边抓什么？哦，所以都放弃了。而且要往前按，我是好像还有机会，但按住前，再让我试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你再试。超好笑！哦，我到了。哦，这特别同步哎。好，那杰克，你可以来看我们。凤梨，然后嘞？然后再走进去。没有，走那个沿着边边走一圈，走一圈，沿着边边。啊，这凤梨是干嘛的？凤梨，它是灯塔吧？对，哦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，好笑，你看 W， 看 W， 压的 W， 压的 W， 啊，还有一个是这样，快点抓住，所以一起跳，抓住了，按了然后抓住你就不用按，然后你就是四脚朝平的，对，就跳跳跳。
你手要举高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抓着，好，抓着。你屁股好翘哦，超级屁股有肉，真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不会？你要看着前面，不能太高。你要看着前面，就抓着就好，抓着就好，抓着就好。哦哦哦，哎，他结构更嗨，狗哎，这个角度，哎，有有有啊，角度有差吗？有啊，东西都有差，有有有看。哇，好嗨！你从低到高的时候，那个角度很嗨，可以左跳右跳，可以左跳右跳。好了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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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。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过来去，我快笑死！哎呀，完蛋！哎呀，我操！那里不是终点吗？那是终点，但是哪？可是我们还没过去，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条路。几个人？天哪！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哎呀！好，抓到冰面了。哎，有有，我抓到冰面，我抓到冰面。我来了！这样这样哦。哎，没有啊，在上面，在上面吗？上面上面。他自己离开了。哎哎，我跳跳就动，你进不去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好，那我要离开喽，我离开了。好，好，跳跳跳跳跳跳跳。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自己离开啊，自己自己离开哦。哦，他那边不是离开功能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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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掉到底下去了，掉底下。哎，不要，不要重来，不要重来，不要重来，不要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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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好了，结束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关的啦。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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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。好啦，感谢今晚阿咪狗的收看。最后居然快结束了，已经结束的时候才跳上去，气死，很累耶。好啦，那个今晚就没有加开了。那我等一下去做草莓果干，我要去烘给布布吃。那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